锵锵三人行，今天是这个梁道长啊，还有副主任都来了啊。副主任，我要特别给你介绍，他是咱们的高级编译主任哦，副小田主任啊。哎呦，没有没有，不敢不敢。今天编发了一整天这个钓鱼岛的冲突的新闻，是在纪念那个田中角荣道华40周年。虽然说那个中日联合声明是9月29号签署的，但是他是25号抵达的啊，当时坐专机来了，周恩来到机场迎接，然后整个这个破冰之旅就开始了。好像你看见了似的。我在电视上看见了。他在现场做编译。对对，所以副主任来了，我们这个真是声威大振。很快，苍老师也会出现今天的节目里。是吗？哎，副主任，苍老师，小田，我要给你解释一下，不是我的口味的问题，就是苍井空的这种身材不是我喜欢的这个类型。但是呢，苍井空是谁啊？待会儿再说，苍井马上就可以看到。苍井老师都不知道苍井，你们在游行的时候都在说什么呢？钓鱼岛是中国的，苍井空是世界的，是吗？你苍井空，你说你还编译主任呢？这还是搞新闻的呢？对对对对，哎呀，哎呀，别假装纯洁啊！那个，我是说他的身材啊，我得给你解释，不是我喜欢的。但是你知道，我们节目有一位主编是吧？正在年轻气盛的年龄，他叫宋欣，他呢是苍老师的粉丝，所以他今天呢就极力要求说，能不能苍井空啊，最近呢、啊、以一个日本女子啊，竟然为了中日关系而哽咽流泪，是吗？野田佳彦都没有他这个境界。我以为他为了中日关系而献身了呢。献身给谁呢？广大中国爱国青年。他是要说来呀、啊、来呀、啊。报在他身上报仇吗？哎，我以为是让我来谈那个田中角荣的，我来了，然后我、就是、来错地方了，这是锵锵三人行，这不是新闻今日谈。不，今天的话题叫从田中角荣到苍井空。你不是不知道苍井空是谁吗？你也不需要知道他是谁，你只需要知道他现在是一个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日本女性，而且中国很多男人。对吧，除了我之外也都是非常喜爱他的。其实日本派什么特使来，还不如就派他来算了，派一对什么什么外交部次长，那没意义。苍井老师来了，那就有意思。我跟你讲这玩意儿啊，这个钱的魅力啊，你还真是不可挡。我就说句题外话，这个苍井空你不知道哈、啊、波多野结衣你就更不知道了。你知道吗？我知道武兰胜。武兰胜是哪个庙里的？武兰胜是谁啊？是谁啊？我只知道武兰胜就是特别敬业，他就是用你的话说是那个什么以身殉职了，最后就牺牲掉了。但他死的时候啊，那些人就在旁边啊都欢送他，你知道吗？就也是他是什么职业的？一样的职业。AV 哦，叫野兰胜，武兰胜啊，武兰，你知道一个就出奇是吧？哎，就说这看见苍井空前头在中国捞着钱了嘛？波多野结衣。马上跟上啊，也开始什么中文的博客呀、啊、跟中国网友这个互动啊，很快就中国的走学的也开始邀请这部队、你知道吗，他们在中国拿的钱呢、啊、是真正就走学上台明星的这个价啊，比他在日本做这个 AV 女优要多得多啊。咱这是题外话了、咱先看看，就说AV 女优也可以爱国对吗、可以爱中国。所以咱们先看看苍老师他为了中日关系是怎样哽咽的啊。是苍井空。いいところを探してほしいなってすごく思いますね。でもそれって人と関わる対一人対目の前にいる人となんか思うことと一緒で、なんかいいとこ探してほしいなって思います。がその友達同士が興味を持って仲良くできれば変わ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私は中国のいいところを日本に伝えたいなと思うことと、日本のいいところを中国に伝えたいなってすごく思ってます。その中ですごく有効な関係が築けたらいいなっていうのを思ってます。皆さんにも伝えたいなって本当に思う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ワイニー。你瞧这样野田变成他这样哈，就咱就没这么多事儿。你再看看，而且苍井空，哎，小田，你看他写字儿写的比你我看都不差，真的。你看是吧，这毛笔字练的对吧？然后你再看下边最近的新闻图片，
这是你看中国方面取消了这个中日邦交四十周年的活动吧，好像是。然后呢，日本前段时间庆祝的时候，在日本呢，这个也是冷冷清清。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宋欣找的新闻标题，就前段时间呢，很多人反映因为这个钓鱼岛事件呢，弄得这个社会各界心情不好，说男子包括母猪产后抑郁，将女饲养员咬成重伤也是心情不好。然后四男子找路人暴打，只因心情压抑。男子两晚强奸两名单身女性，称因心情不好。还有那个砸车的那个，后来警察就问他们说：“你为什么砸车呀？”也是说这钓鱼岛的事情弄得老子心情不好。哦，哎，没有看见苍井空什么身材呀？你在说了半天。今天有你的身材，他就没脸出来现了啊！对，不过苍井空长得也实在不怎么样啊。他是，我觉得是属于比较肉蛋型，就是比较，其实个儿不，我没看过。说点正经的，文道，说点正经的。正经的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这回我觉得中国人倒挺理性啊。比如说很多人说爱国愤青又砸车啊，怎么很不理性？其实不是，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他们很能够分得清楚，说日本我们要反的。钓鱼岛我们是要的，在苍井空无所谓，所以才会有苍井空是世界的，钓鱼岛是中国。这句话其实很理性，它显示出什么？就是说，普世价值观嘛。对，还不能这么讲，是普世价值观。日本文化，我觉得这里面你看到一点，就日本文化的软实力是有作用的。比如说过去几十年来，哆啦 A 梦，一直到 AV 这些产业。它对整个东亚文化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像今天很多年轻人他出来要砸日车，要砸索尼，但是他是怎么看自己从小看到大的日本动画片呢？那个东西他对他感情怎么样呢？这时候就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反日，你说我抵制日货，但是日本文化那种软的影响，就算你今天开始我已经拒绝再看苍老师的作品，但是我光盘里头存着的硬碟存着的我还是保留，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看到中国如果将来怎么样在地区站稳阵脚啊，就还是需要走这一条道路。哎，我觉得刚才文道兄就有讲到哈，这个日本的软实力，尤其从他这个 AV 产业啊，真的是能够折射出来中国这一批中国男子啊，对日本文化的这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呢，那肯定是仇日反日的，对吧？这个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另外一方面，尤其对他那些 AV 女优啊，哎呀，我觉得那是真的有感情啊，不是一般的喜欢。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情。你从哪个男的身上发现了？我有认识，真是，就他是一种崇拜，那是偶像，是一种敬重。后来我在想，为什么呢？我自己在分析啊，我觉得首先一方面啊，很漂亮，对吧？赏心悦目，像刚才那个苍井老师没有看到，确实是漂亮的嘛，对吧？那第二个的话呢，我在想，也是因为这个不管怎么说嘛，人家是自己工作，然后呢，有给他们一些很美好的想象或者说经历，对吧？这个也是他们的功劳了。那另外的话呢，我在想，还有确实是因为首先他们漂亮，喜欢他，所以说呢，能够发现他们身上一些闪光点。像刚才我讲过，纠正一下，那个应该是叫武胜男，不是叫武兰胜。武胜男，对对对，然后这样的啊，他就是最后就真的是患了这方面的病，但是呢，带病坚持工作啊，带性病坚持工作，不是性病，但是反正是癌症，最后反正挺严重的。做癌症这我还是对对对，然后过劳，对他一年拍了两三百部啊，这真的是太辛苦。你不要光说女的，这叫训斥。日本的男工啊也很厉害的，你知道你 AV 这个我见过这个采访的，你知道这个男性。拍这个片子的到什么程度，就说他那个上面啊，最后就有无数个细小的裂纹呢、啊、哪个上面就性器官对，就无数、千万不要细小的，你说他做到那种程度。对，他还有一种角色，日本因为 AV 产业跟日本所有其他行业一样，分工非常精细，也非常专业化，所以他连角色也分得很清楚。比如说有一种人叫知男，你没听过啊？我知说我知的知，对对对，知男是什么呢？知男就日本 AV 里面啊，除了你说的那种真的干到满身细纹的那种，比如说那种主角型的人物，他还有一些角色、是长得丑丑的、胖胖的，看起来完全不起眼，也不像是一个身材魁梧能够做这行的。但是他负责干嘛呢？他专门负责在这些片里面常常要大量的这种演员出现来打飞机或者自卫。
然后他们只负责最后的射精的那个项目，所以他们这种人叫知男。副主任这话还能听下去吗？这个咱们能播？副主任管审查的。去广告，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跟副主任检查一下。饮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短江，古井共酒。贝蒂斯橄榄油，来自橄榄油王国西班牙。贝蒂斯橄榄油，西班牙皇室用油。第2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会议，9月8、15、22、29和10月1日，10个国家及地区闪耀澳门夜空，带给你无尽欢欣。感受澳门动容时刻。哎，这个还真是没办法。我发现怎么一讲起日本呢，不光是我们要讲苍井空哈，而且你看好像聊聊聊聊都能聊到跟性有关的这个层面上面去。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的性的，他们对性的理解跟概念比较特殊或者比较关注，而且是所有民族主义都会出现蓬勃的时候，当它发展的很激烈的时候，性这个东西一定是民族主义的一个触媒。没错，每次所有的种族清洗，两个民族之间互相的仇恨，性一定都是个话题。当他们直接战争的时候，就像当年日本来中国的时候打我们中国的时候，就是慰安妇。那么反过来，今天我们的愤青抗议的时候，就说要奸光日本白富美，哎，对不对？等等，你这段编者案说的太好了，我就可以下边说说这段子了，你知道吗？你想中国人骂日本人现在反日，也是这个嘴上痛快啊，嘴上痛快也是往这儿走啊，说日本军人很色，所以叫皇军。就是那个黄啊，黄色的黄嘛，色很色就叫皇军，色就是最爱干那事儿，所以又叫日军。后来战败不干那个事儿了，就改叫自卫队了。自卫队就是自己日自己，所以就叫日本人了。还说什么日本人随时都想干那事儿，所以女人后边背块毯子，他们干那事儿不分地点，不分什么时间，所以为了纪念他们那个繁殖的地点，在孩子的名字前边分别加上山口、井边、松下等地名。然后你看底下就是愤青啊，是中国人就转发给10个最铁的哥们儿，不发是汉奸，还要倒霉3年。这哥们儿说发吧，哥们儿没办法，狗日的咒的太狠了，到时候转发。你看这就是你刚才讲的嘛，他是哎很有意思，他还是性的，口头痛快，所以这种事情吓坏了，这真吓坏了，很少是女人参与，他很少女人参与，所以大部分女性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底下，相对而言是沉默的，你听不到她们声音。身为一个女性，不管是哪一国女性，比如说你听到这么往你们性别身上招呼过来的这些字眼，哎，对对对，你是什么感觉？所以我真想问问你，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听到这种斗争的方式哈，你看她往往她是反日哈，是仇日，但是她往往用这种性啊，或者甚至是某种意义上讲有点贬损女性的这种调调来说，那真正的女性怎么感觉呢？我这是第一次听到，我先要说啊，别假装孤陋寡闻，不是不是，真的真的真的，不是这么集中的啊，这么有文采的，今天比较有密度，对对对对啊！但是我会觉得啊，第一幼稚，第二可悲，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种，首先这个表达方式，他的愤怒也好，他的不满也好，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嘛，对吧？这个很无聊的啊。第二的话呢，我觉得是可悲，因为很明显啊，这就让我想到那个，不是说那个给小孩起名字，你给他起什么，实际上是缺什么？叫富贵的，那一定是穷人家的孩子。他往往说这个，是因为他没有得到满足。他就要这样子去图个痛快，
啊，这是我的理解啊。嘴上也得图个痛快。不过的话也有另外的方面啊，就是刚才有讲到说那个什么那些那个慰安妇啊什么的，像以前那个日本，他尤其是在这个二战的时候，侵华的时候，哎呦，他们那个日本的女性啊，他们是那个为国尽忠啊。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带着80个慰安妇，人家都是自己自愿去参军，随军到前线的，对吧？然后在缅甸跟中国的这个远征军啊、远东军，他们那个就是当时对抗了，然后哎，眼看着他们要输了日本，他们就让那80个慰安妇撤离，他们就说不能让我们撤离，你们让我们撤离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侮辱，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来报效国家的。最后80个慰安妇全死了。你不能否认他日本当年啊有一部分慰安妇啊就是满心情愿的。你知道最后我那天不还讲吗，最后还发展到就是说美军来的时候，美军来，因为当时美军大兵压境的时候，日本人就是全国玉碎的心嘛，以致都到了妓院了。当时组织全国的妓院界啊搞一个就什么运动，就是谋杀美军。就是说要是美国鬼子来了，所有的日本的这个娼妓啊，妇女啊，都在身体里暗藏刀具，就这样。然后呢以至于造成了这个误会，开头这么宣传的嘛。等到麦克阿瑟真的来的时候，不是和平进来的吗？和平进来，当地警察呀就组织这些妓院的老板就训话，说要是美军来了你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以至于那妓院老板听了之后很兴奋，说啊，是要执行那个计划了吗？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所以这帮人其实那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军国主义到了极端，是洗脑洗疯掉了。真是，就你让80个慰安妇，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像是个爱国故事，这像个像纳粹式的那种呆瓜故事。那不叫爱国，那是洗脑洗傻了。但是我会觉得日本人啊，他们有一个这个特异功能，我会觉得这跟什么纳粹什么的都不一样，他们能把我这个概念啊跟我做的事情给分离开来。就好像那个时候在南京大屠杀案那两个这个比赛杀人的那个叫什么野田燕和一个叫什么名字的，最后就审判他们俩，他们俩第一死不认罪，第二就说如果说杀了我啊，如果说能够有利于这个日华的友善，我觉得很荣耀，你们杀了我。最后他们写那个遗书啊，写的是什么，这个东洋和平万岁，天皇陛下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日本万岁。他们是这样啊，感觉国际主义战士了。是啊，他不觉得自己错了，但是他就是这样做了啊。我是做了这个事儿，但是我没错，我还是为了和平。是，你说的太好了，他还是一个训的那个调调，哎，就是感觉就是。其实也不至于这样，我不觉得日本人会这样。日本人其实会把自己犯的一个错误，跟自己结得很紧，乃至于愿意为了他切腹嘛，对不对？常常自杀嘛。但反过来，我觉得还是洗脑的问题。当年很多日本来中国打仗的军人啊，起码最早那一批像关东军那种啊，他们的心里面想的真的以为自己打的是胜战，哎，这很重要。一直到尤其你去看东南亚，很奇怪，你发现整个亚洲国家对日本人的感觉不一样，比如说印尼、马来西亚都是被日本侵略，但好奇怪，印尼人、马来西亚人并不讨厌日本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觉得日本人真的是解放他们的人啊！原来那是殖民地啊，把他们从荷兰、从英国手中解放出来，但来中国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国际局势，而且当时日本那个洗脑洗到一个程度，就是日本的那些参军的人，绝大部分其实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本来就在日本的那个经济制度下是最被压迫的、最底层的、最该仇恨资产阶级、最该仇恨政府的人，但忽然一夜之间他们都觉得我要报效国家，要为国牺牲，其实就是为了那些赚他们钱的人去牺牲。那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觉得他这一辈子终于苦了一辈子、穷了一辈子，到今天有个理想了，在这一刹那我透过爱国的行动，不论用什么方法爱国，我跟人家是平等的。哎，你说今天的日本人还跟那个抗日战争时候那绝对不一样，被洗脑的那些日本人他们绝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些文化的那种怎么样讲那种遗产啊会有留下来的。因为我现在经常听他们日本方向的朋友回来讲啊，说现在大部分的日本年轻人嘛，虚无主义，对，完全是那种迷茫的。其实你说什么中国他也觉得很遥远，当然他有这个势力，比如说极右翼的这个势力，他还是很强烈、很极端。对，他们会受到很多日本漫画的影响，比如说日本漫画里面有好几个有名的漫画家，红间宪史啊、川口开治，他们画的漫画都是相当右的，那会影响很多日本年轻人呢，就是往那种右翼思想发展。比如说，觉得我们日本人被人，现在值得注意的是什么？中国人跟日本人的年轻一代的人啊，
都觉得自己被人欺负，你知不知道？哦，就日本的右翼跟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特点就在于双方都觉得自己是被欺负的人。你只要看日本漫画，那些最流行的漫画，你就知道他们常常强调我们日本人到哪都抬不起头。嗯，我们到今天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老要靠美国保护，在亚洲呢就要面对北韩的威吓，又要面对那么庞大的中国，我们日本人完蛋了。他总觉得他是被害者，所以咱们要强烈呼吁一下，他们在本国也砸一砸日本车。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自己，我的国度，我的上层游艇人生，雅居乐海南清水湾，红花国色，花好月圆，酱香典范，红花郎，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副主任刚才想说什么来着？我说你重操旧业了，今天、怎么重操旧业了？你以为当年靠讲黄段子起家的，今天感觉又跟着皇军回来了，是吧？哎，我是因为我就觉得啊，就是反日这件事儿，我在私下里这个街道不是饭桌上的这个议论里，就充满了很多性的语言，这确实是个。而且你知道在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屈辱当中，很主要的一个屈辱是关于他们当年呢糟蹋中国妇女的，是是是，这个屈辱看过那些描述确实太可怕了，所以就觉得哎，日本人他们有的时候真的那个心态太扭曲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反映一种正常的现象，就是他们当时那个日本大军到了中国，对吧，他们自己带着娘子军呢、有慰安妇的，但他们的将军就下令一定到哪个城市你们就强奸哪个城市的那个妇女，就要这样做。他为什么呢？他说哪怕你们在这个火线上面啊，有的时候失利啊，然后有点灰心丧气什么的，你们在那些地方去重拾信心，去满足嘛。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子简直太没有人道了啊！对，但其实一路以来，历史上人类史上太多了，光过去20年就很多嘛。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的时候，你不觉得都是这么搞？苏联红军呢？苏联红军当然，你也是希特勒德国，你先侵略了人家苏联了，对吧？但是最后苏联红军打到德国，强奸200万德国妇女。哎呦！但是你要说起来，凡是有战争，首先遭殃都是你。不是，但是日本人的心理。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是一种毒气，他找不到那么多刽子手。